take 11 on the boat.不联系我都忘了你的电话号码，在某一个晚上打给我说有话要讲，见好久不见又讲了一些关于我们的一切，一起经历过了很多，最后留下什么剩下回忆是真的只能够想象，突然莫名其妙特别想念，却说不上原因，到底怎么了，已经很难想象没有你在身旁和我去一样，像昨天你傻笑的语气，不舍得会让我没想到你现在好吗，还是有些事情分不清的我们，总是有些事情还是说不清的我们，选择放下了你，你也放下了我，最后松开了手，我们方向不同，一段经历让我们彼此都难忘。